白茫茫的一片。回家之后呢，还要来去做做雾化。出发，刚刚这个玻璃上全部都是雪，把它给全部弄掉了。现在出发了。爸爸，那上面全是冰。走，我们出发了。天气太冷了，热一下机子，热个五分钟再出发。柴油车，这上面都有冰块了。我们现在到了医院了，开始上去做雾化。今天好冷啊，看这树上都是雪。进去，走到二楼去。准备回去了，这里拿了个雾化机，这个是医生给我们的，叫我们拿回去打，这样就方便了，不然我们每天要来两趟，早上一次，下午一次。走吧，回去了。走了，关门。回来了，回来先给子睿做个雾化，去车上给他做雾化吧。开灯，开空调。啊，开空调，把高科技拿回家了，赶紧做个雾化吧。怎么用的？这个很简单的，跟医院的还是不一样啊。对，医院的。我刚刚查了一下，这个600-700块钱一个。嗯，一共两种药吧？对。那它这个东西是还有都有用的吗？这个管子跟这个罩子。配套的。一共有几种药啊？两种。哦。这个是真的是高科技了，可以在家里面做雾化。你知道怎么配比不？写了半支。托饼，什么什么，这个是。是一起加的，还是说分开加的嘞？一起的。这个是怎么用的？半斤。OK， 开始吧。哇，好了。好方便啊！就不用天天往那边跑了，一天跑两趟。而且现在好冷。对。你这个车子都难得跑。哎，你这个没盖子的。盖上就好了嘛。做完雾化，待会儿就搞吃的。跑医院跑了这么多趟哦。刚开始做雾化的时候，他有点反抗，现在已经熟了，不陌生了。对，现在已经很配合了。嗯，不抗拒。嗯。好了，睡着了。那好享受的。这一次是唯一一次没有哭的，太想睡了。嗯，你要飞一下无人机是吧？对，是难得有下这么大雪，纪念一下，留个影。而且我们这个无人机好久没有飞了，对，该飞一下。我记得那一年就是，不是那一年的，半年没，半年前都没飞了。走，好像是你拍了一下那个油菜花的视频。好，现在先开始拍。看，看我们这边的雪。现在已经好厚了。好像能够有一巴掌厚了哦。啊，10公分的样子。对，10公差不多了。昨天还没有，今天起码10公分了。嗯。走走走走。
我跟你说，现在我装备齐全了，我去换了一双鞋子了。走吧，我们去开始起飞。好久都没弄了，你还会不了？也会啊，我这个重新下载的。嗯。飞不起来吗？天气太冷了。有可能哦。冷啊。好，可以了。学一下，你看我们的平地好干净。哇。哇，飞上去了。哇。天啊。被你开了。哇。这个天气没有关系吗？嗨。看不到了的，飞远了。必须得用这个来，拿个衣架子你就老实了啊。霜月落庭前，照谁一夜无眠，提笔惊扰烛火，回忆难写，看人间故事都逃不过离别，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，换不回孤雁总要南飞，心事谁了解，唯有明月来相随，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，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，换不回青丝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徒我孤影自怜，自叹又几遍，照谁一夜无眠，提笔惊扰烛火，回忆难写，看人间故事都逃不过离别，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，换不回孤雁总要南飞，心事谁了解，唯有明月来相随，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，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，换不回青丝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徒我孤影自怜，自叹又几遍，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，换不回青丝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徒我孤影自怜，自叹又几遍，手都麻了吧你？感觉啊，因为天天气太冷了，低了，它有点那个电池有点不是很经用的感觉。哦，它刚刚差的就是迫降了，它就自动降落了，然后被我点了个取消。哦哦，还是天气太冷了。你看那个无人机都飞不了了，是不是？今年真的是非常难得下了这么大一场的雪。而且是连续下了两天，像以往我印象当中最大的一场雪呢是2008年，
然后除了那场雪的话，就基本上没有下过像这么大的雪了。像哪怕是池塘里面结冰这种事情都是很常见的，但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下水是经常下的。那小崽子起来了，起来啦！呜，车上暖和。两边呢？这个可能是刚出去的是几趟。不是吧？那这是因为天这里面暖和比较那个吧？平时冻着嘛，就是我们出去了一下。你刚刚睡了多久？半个小时就起来了。半个小时就起来了。今年看天气预报看新闻，好像全国各地下雪都比较多哈、啊。